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销售，继续前往我要去的地方。对啊，我要来载小弟游车河。小弟，哪里有小弟？没有看到小弟耶。想要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见了。不想找他们的时候，一堆。这次又拿到什么好东西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开两次？奇怪。原来它可以这样用。什么东西失败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失败。我的小弟啊，我按错了。小弟 ，Join me， 跟我走。刚刚是这个碎片吗？这个碎片。先来干嘛？哎呦，我有时候不出来就是不出来，这个应该可以挂才对啊。因为很重要，所以开两次，应该是有 bug 吧。然后没有解锁小游戏，对啊，太棒了！没有解锁小游戏，我就不会很困扰了。觉得这边太高了，从这里吧。耶、我是不是有变聪明了呢？这应该不能射，为什么？我已经有小弟了，再来就是要找一台车。就你啦！啊 ，R1 战斗哦，对，这是叫小弟们战斗。他们会坐上来吗？不会。还是因为那个车只有一个人驾驶。把它上去嘞！可以可以，可以在小弟游车河。好啦，其实我已经到了，看他们会不会跟我一起去比赛好了。这种尖顶没有可以卡，有啦。之前有尖顶可以爬，所以我才会觉得可以爬。他们不会跟我比赛，真可惜。
失控，可恶！刚刚是超车的好机会，说。快下车吧你！居然就直接撞上去。可恶，那台车明明就超难开，为什么那家伙开这么快？哈！恶劣的驾驶，这样太脏了，应该好好比赛。虽然他们好像也会这样做。让开啊！蠢蛋！等那个，卡住了，哦，大概比过一半多了。跑过去，再多人没有啊？啊，我开错路。No。干嘛在开车的时候去看留言呢？真的蠢爆了，失败了。他没有载人啊，没有载人。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。哪有？再一次，不第一名怎么行呢？哎 ，no， 不会吧？啊！这次都没有什么交通阻碍。专心驾驶好了，不要想着去撞他们。不要甩开一段距离，让他们自己撞，然后自己自爆。是走熟悉的路径。终于，Congratulations。
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. 去。还没有读出来吗？好，主线任务的区域已经没有支线任务了，这里倒是还有一个迪根斯，没关系，这个之后好了，我们来一点序列四，有纸虎哎，该拿一下喽。这里又有一个碎片，哎，又是一个区域。别让尖兵叫救援，进出难题给我。终于瞄到了。就一只吧，我还要烧毁抢劫计划，抢劫计划在哪里啊？哦，那边还有一只尖兵，可恶 ，miss 掉。这个是尖兵吗？这应该没有尖兵了吧？去对面房子。抢劫计划到底在哪里啊？不晓得抢劫计划在哪里。七等是小 boss， 应该是吧？比我高太多等，最好用暗杀的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只要正面对战，我不见得能够获胜。哇，刚刚有我雅各的鹰眼视觉不能穿墙吗？觉得那家伙上来了，不好，他会从这边。哎，他要走了。先把这个比较远的家伙
解决掉好了。看到有一只啊，哇，人数好多哦。炸人咯，用炸的太显眼了，我怕会被那个。已经没有飞刀了，是个难点。这是尖兵吗？为什么它还有一个范围？杀这个应该可以。居然有人发现我，就要先逃一下。所以就先让七等的被炸死。可是怕叫支援啊，有一个不能叫支援的条件不是吗？这个家伙会过来这边吧。应该可以。凭一下烟雾弹直接击杀。赢了吧 ？Yes！ 我想看赛尔，来不及了。这人太明目张胆了吧，这是帮派据点。虽然我是暴徒，我还是可以潜行的嘛。好吧，下。
下次算最后一个炸人。好啊，下次有人再提醒我。你是说用什么？用火药吗？那一点了。那今天没有办法进入序列四，那就这样吧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